兄姊妹，这几个礼拜我已经在那里研究时间，上帝时间，因为是我们生命的时间是行了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如果是说不明白上帝的时间，不知道如何去配合上帝的时间，那一生啊，那一生发生的哦。那是说我们在圣经的话里面就这样配合上帝的时间，安怎去采纳上帝时间？我咧即人是有福气，大家基本安尼哦，大家基本同啲时间来，是不是？我甲你讲，人只望咱要选到上帝时间，你时间你再到，你再轮来，茫行家己路，你行家己路是死路诶。你相对在乎拖时间了等，阿门。然后，你若讲享受上帝时间，意思若是讲，你若是看明白上帝时间，大家基本你享受会主要跨过你诶，无收诶。第三，我开始甲你讲物件。我开始跟你说，你要清楚知道上帝的时间，其实就等于代表咱的生命里面，你都无离开上帝时间，你明白我讲是不是？所以你若无离开上帝时间，都是上帝惊你，都唔惊了，都放心了，因为你无离开上帝时间，因为你安住在你上帝之意里面，是如今在你上帝时间来喜乐，还是在你上帝时间来痛苦？你若是会知影在你在上帝时间，你知影你老爸天顶老爸拢做好，你对伊好诶，佫惊物件，是毋是？惊你，我就讲，你在你上帝时间内面，是毋是？但是上帝何人之力？何人之力？官兵，何人之官兵？就是何人嘅自由，未使叫官兵，叫自由。何人嘅自由啊？去推动上帝时间咩啊？啊，我叫做促进，我有一句话叫做促进，好听我们怎么讲啊？在你杀动推杀，叮当，叮当上帝时间，哎，上帝可能天主要的咯。原来有的所在啊，是会在要改变的咯。有的牌子啊，有的生活，那是讲咱行到底啊，是在要改变的咯。等下来讲。是嘛？咱先拍开圣经啊，《圣经记》有多少年？《圣经记》啊，第二十八年，咱会读几章？但是咱不讲，咱讲读《罗大经文》啊，对伊落来看几章啊？咱今日的经文是十八章。但是话我个讲，其实有诶物件，咱在上帝手中啊，有诶物件是咱有材料摕到了，有材料谈到了，是超过时间诶。无一定是安尼款嘅，话听住咪？等先我头先定性阵啊，哦，好水啊，睇下都唔够水，我点样话呢？来，圣经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到六节，正圣经讲，汝若是留心听耶和华汝神嘅话，谨守遵行伊一切嘅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人嘅。伊赢着要予你超过天的万名之上，你若是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伊的福气赢着追随了你，临到你身边，你的城要蒙福，你田间要蒙福，你身躯所生地所出产的禽兽所落的牛羊拢要蒙福，你的家母甲你满地盆拢要蒙福，你出要蒙福。只要无好，啊！所以讲，一句话看，你若是听，坚守尊名，上帝所愿有的，你无好个。伊讲到你上帝的子来啦，大家真系无好个。都后边人看，十八章十五节到廿节，廿八章十五节到廿二十节 ，28:15-20。到後面來看的時候，聖經上面會來說，如果是沒有聽耶和華的神的話，沒有經受一切的戒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人的，伊的咒詛就要追隨了咯，臨到人的身軀，咱的城也必着受受咒詛，咱的田間也必着受咒詛，你的家奴甲你满面盆拢要受咒詛，你身躯所生地所出产的牛羊拢要受咒詛，你出也要咒詛，你进也要咒詛，耶和华因着行恶行，离开伊，也着大天的手来所办代志，何如咒詛？何如作乱？即法
點教都點教噶，都避咩啫？嗰時戰爭天嚟咩啫？哎呦，好恐怖哦！有時我都對上帝話一聲，你望我嘅，但知我，但行嗰啲上帝嘅知人都望我，都頭兵啊！嗰陣時離開上帝嘅階段嗰啲人聲，速速滅亡，戰爭天嚟滅亡。那到底什麼事？你知唔知？其實咧，我出邊看到一個情形啊！上帝是上帝，冇時間咧，對唔對？我嚟講俾啊！那上帝目睭冇時間咧，千年成個日子，日子成千年咧，對唔對？其實上帝在但但日子裏邊啊，但係啲日子到上帝目睭看是想嘅啦。一準備好，伊會驚死嘅，因為浪中學期變變啊，是看路驚，哎咪掠落去。爱买家就平安，爱买家就喜乐，爱买家就富足。那这边圣经讲，那是你尊敬的话，这尊敬上帝，该灵命令就是一个锁匙啊。去开上帝宝藏，因为这个圣经话的是上帝的宝藏呢。等你对了命，那这条路就带你去无后恩了。多头兵，等你买这个锁匙，你买对上帝话的话，不是上帝就做了。你主人行哦，行去黑暗主行，主黑暗主行，主白班主行，主灭亡的，啊！你看你个样，上帝何必在叫你想我想呢？对不对？上帝何必在叫你时间去想？上帝何必在叫你的祝福去想呢？是不爱麦听？你敬爱麦行上帝咯，你行上帝咯，你就无好。你若歹行上帝路咧，你就灭亡。简单，上帝何会知？真简单，真正简单。那落来我拉变白白来看，你起码我们拢正面看。但其实咱是生命就浓妆的环境，但是你生活就浓妆的环境，这种是顺境的，叫顺境，顺境。这种是歹的环境，叫歹的环境。Good time and bad time， 我明白话是。有时都真好势，但是无一定真久好势嘛。都代表有一日你会拄到艰苦的代志，那是 bad time。但是无点艰苦的嘛，一直都会做对应 good time， 是不是咯？那咱的生活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那因此话，其实咱人会使每个人观念哦，那是你做主的家己，你使点点起，你有可能点点落去哦。咱看，咱看主的话，咱感动。看《彼得罗密生命记》，《彼得罗密》第十二章十八节，《彼得罗密》生命记十二章十八节，圣经上帝来讲，你若是坚守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行耶和华的伊的对神眼中所为善为正的事。啊！你看，如果你子孙特别，大家不要不要乱讲啊！如果你子孙特别，我是买，我是买啊！好看是看生意啊，好看嘞！如果你子孙特别，我是买哦！如果你子孙特别，恩官啊，听主啊，上帝讲哦，上帝讲你日子啊，那是行在上帝话里面啊！恩官，恩官，我话你讲超费时间啊，你时间无白带面哦。Always 啊 ，good time 嘅咯，无论你代志 ，good time 嘅唔要就系无好嘅咯。那是咱行上帝时间，但是问题是，咱个人啊，总是爱行家己路，爱行上帝路，爱遵行上帝命令。所以啊，姊妹，咱无一条正路嚟往我。圣经讲做几多道啊，世世代代嘅往我。Yeah， 这是圣经的话。那现在等到那些顺境的人生，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好听，我们祈祷上帝的人生吗？对吧？我们那些顺境的人生应该做什么？对吧？ Good time when you in good time， 等到那些顺境的人生应该做什么？头一个，我们来看，感恩，来讲感恩，感谢主。大家感謝主，咱講聖經啊，
这边帖撒罗尼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条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五条第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条第十八节这边讲万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对基督耶稣的来临向人所定的旨意。其实保罗讲这物件更加简单，伊教咱人基督徒讲，吾人大滴，大大只只只要会晓感谢上帝，这是上帝要看到的，就是耶稣内面所蕴定的旨意，从上帝心就是会有人看到的。遐之外，对汝在好事了啥，顺境刚才汝要有感恩。咱只要向上帝为咱感恩，其实真正要紧的一项物件是啥物咧？就是要叫汝顺伊予汝的恩典，顺伊予汝的恩典。这个人若是常常要顺上帝予伊的恩典咧，伊大大只咧，我伫望予伊子内面咧，大大只心内面都有满足。其实上帝话咱真物件。咱未满足，咱常常贪爱，迄个咱无的物件，人的物件，这个就是让咱一世人痛苦的。其实上帝给咱的物件是定掉了，这时间来临，何如的物件，已经准备好如果我的物件定掉了，那是你晓满足的物件，你有的物件，常常顺。上帝给你的物件，看到上帝给你的物件，但是你感恩上帝给你的物件，我可以讲得真欢喜。但是你非常欢喜。我昨暝我是甲做啥物件？我无惊困了，我两只眼坐到底，一人在了听。我开始想，想我今日生活，之前的生活，很欢喜的物件。迄个上帝给我的物件，我敬的个物件，生命改变的物件，教会物件，我想讲想好个物件，想好个心内感恩，真欢喜感恩上帝。甲主讲嘛，过后我就想好对了，我就在扛落去啊，哇，就是过咧。一旦是我一世人会想好个物件。想要严的物件，想要难过的物件，哇！我跟你讲，你真痛苦，不是上帝给你的，不是上帝给你的。人家有的物件，咱不应该有的。听清没？今天若是讲，你到底顺境的人啥？要学啥物件？感恩，阿门。第二，在顺境当中要做咩？苏杭，大家讲苏杭，南华，罗家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 ，Luke chapter 16 verse 13，罗家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讲的是苦嘛？这个人，这个仆人为了苏杭来住，不是恶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当这个亲这个，你人为了苏杭心，个苏杭累，世界变。所以耶稣教我教导我们上帝祝福我们人家在那边学养人的生命来侍奉主，在你侍奉主的地方有出现几样的情形，头一个情形在你侍奉主的点声你未犯罪，大家讲未犯罪，那是说一个人好事的点声有累的点声，那是说如果是恋累乱乱累爱累拜累来说这人才会犯罪，既然都应做错代志，那等到应做错代志的当下，你都何里在乎？不去拜祭了，你生命破了为就好，明白不？何里在乎？祭了你生命破了为就好，因为上帝叫你嘛，你好舍起来了嘛，但是你无上主嘛，你再上世界嘛，你离开主嘛，那等到离开主的嘛，是不是你福气才应挂去啊？才应嘛，莫非其他会福气吗？世界破了福气吗？做嘢就照顧你哋生命嘛，所以嘛是啲人要嚟發多啲咯，個個仔都會在乎嚟嘅，你都廿幾十年嚟笑佢，
像你，我在解我的这兄弟，两摆手会上课，有谁人诶？已经无挂摊了，女人已经行来了吼，伊个手来后，你行了，行差不多六几千，对啦，公司解行六几千，那伊个一个解行六几千几千，对啦，伊来搞解挂两千蚊头，前期一个时候，伊无你运动伊了，你知？结果你参加一班伊挂人，卖离开，对啦，有在挂住。所以上课第三月日，两个三月日，咱再有点啥？你讲开解咯。特别纸未包开的，你怎么挂？人面看到伊挂，挂在就是比较轻。放水紧要嘞，结果把到最后，厝已经断完了嘞，车已经卖完了嘞，烧成皮了，结果挂在就比较轻。最后面啊，伊拿伊白出来，卖很好。春天佮伊爱老白哩，卖很赚钱。我唔用，是唔是行多等于咯？本来好死啊嘛，伊重新摆起来啊，当今是唔是行多等于咯？人那是讲有了福气，那是无继续输行，伊跋倒落去，伊福气就无去了。所以在顺境的当下，你就要学输行主。第二正气，他是要叫做上主，因为上主让你福气加添。阿弥陀，因为你做上主者，做上主者，圣人讲的嘛，圣人讲无为的加，可以无为的去所为的也的，对不对？你讲上主在那上地边，主要所讲的，因为祝福多多地位的咧，简单的。还香起来个带青，带油带气，还满脑花，这种呗。其实上主的人啊，每一个忙活的了，每一个忙活的，那都惊啊。不能是被忙活，到底顺境来的，上主关心，忙活关心。第三啊，来看，那顺境点先去做呢？追求，大家追求。来圣经，你要交给上帝，要上上帝，要追求上帝。那你看下，是咪？马可福音六章三节，正正正是解经文呢。但是呢，啊，千万要未注意到，正正前面就是咩？正讲要寻求伊个国个意义，即个物件，你所需要咧，遮天哦啦。意思讲，等你输好伊个东西啊。成就上帝国跟上帝义的点子啊，将你生命给上帝的点子啊，让上帝祝福你过好的侍奉上帝的点子啊，你要成就上帝国上帝义的嘛，你要加天有路啊，加有路啊，你话主追求，主好事，主追求，主生命改变。那所以圣经讲，当你坚守尊严的话点子啊，你甲你子孙永远蒙福，就是嘛。因为你这个书房在追求上帝国，你无犯罪，上帝加天有福气，然后让你结果子，你生命自然而然咯。等你结果子，你才自然上帝福气到到你，你生命、你生活、你经济、你经济，拢做好事个了。你知唔？安怎唔断古讲吼？再过来你排上上耶稣的借口了嘛？啊，耶稣讲书，你快加点讲吼，他们是双主，一双主。你老家我阿哥其实多啲知者，佢哋乜嘢痛苦，嘢经历，嘢字会欠缺痛苦，可能贪平无利，安个代志都两生嘅乜生嘅。但是这条人咧，今日做为自义成就，做为国，做为义，无离归主，继续嚟追求上帝，侍奉上帝，特特地过咗一个敬虔嘅生活。哎呦，乖，教话你嘢，囝嘢顺咁样同做做磨嘅。三代，搞到伊嘛，伊伊个囝伊个孙四代了，旺旺个，听得清嘛？你袂旺旺？今日四座的人都是平平，无一个真正坎坷啦。咁了咪话到上帝面前了，阿门。一些人都是点声而来。
意思是讲，兄弟姊妹，你甲我会点声，阿未到。话你讲问我，我问我，但是我会感觉问我会咯，我是希望主，我是感恩主，我是追求主，我是生命在你问我诶。我会惊你，你上次你从未看到我会惊你大汉无啊？我唔知我会惊你啊，会怎样做？但是圣经的话讲，当你在你顺境的当下，你会晓想感恩上帝，想侍奉上帝，想追求上帝，对自己的长久、长久、永远、长久、永远，你讲好了。所以做基督徒的用，用，你来做三个物件呢？感恩、侍奉主，后面物件要做主的做主，为主结果子，为主传福音、传信主，奉献到上帝，然后追求、追求的真理，行你的话里面，唔贪犯罪，唔贪犯罪，专心跟随主，求越多，解越易。卖世界国，卖世界义，上帝讲要加予你，你所需要要加予你。有知吗？在顺境的当下，你做这三样物件，你会赚到啥物呢？你会拖长你顺境，第一拖长，拖长你顺境。那这几条道？一望下面就无理由，然后伊挂落去面就无理由了。真侪人望下会点声，伊若未晓安怎来在你上帝时间内面推动上帝来望下咧，伊就发多。曾经发多起了，曾经就起了。要那是讲伊拖长，伊也是用了三物件来过伊的日常的生活来讲，伊就拖长了。伊好咧，歹嘅环境无安尼硬嘅来搞伊生命内面，歹嘅环境无咧硬来搞伊生命内面，受你唔值啊，受你唔够。将这时阵啊，你跨到这正面啊，将这歹嘅环境是咱来吹来啊，都是咱人带伫上帝祝福嘅音声，离开咱上帝之。所以派的环境就只影响到你生命，只到你家庭，只到你生活开始破坏了。包括只好的家庭、信主的，但是当一人无行上帝话里面，你知不知？红宝的观念、观念破碎，当红宝的观念破碎，你知不知？才自然的，迄个恶毒的就做到引导你，引导一人的一个。伊人会家庭，伊会惊自己甲咱受害，伊会惊自己甲咱爸母个了。本来是一个好好的家庭，丝丝串串，慢慢离开了主，因为有人把这些家庭无尊敬上帝话。当你在顺境念上下时，咪咱可靠背专心专意来感恩，侍奉主来追求主的旨意。安尼反对就拖长，你顺境，无安尼应，何你歹个环境领导你，做嘅物件无领导你，周遭嘅物件无领导你，咁啊长久好势，因为上帝旨意啊，其实就是要祝福伊兄弟嘅，上帝旨意就是爱伊兄弟，上帝做路嘅出发点，起初嘅心啊，做路就是爱路来做路嘅。上帝做你起初的心，就是要祝福你来做你的。你无注意到做人，你知做个好事，个个让人享受，个做人的人，就是要好你来享受到你一做的世界，好你好的环境的。但是人就是行不着路，起初阿公行不着路，做人到这世界，所以你搞我个从你做为开始，啊，有则万事万主，所以咱从你做为开始。主传出来就你聚会了，咱信主了，上帝祝福咱，予咱顺的环境了，啊，咱就会讲，咱就会舒服，咱就追求，但是千万别记上面去。
等路安尼做，咁就是摊等于是经。但是真是几多未晓哦，真奇怪啊！一面起有当个派环境，成官都系正气，后面款系难。总是嗰啲顺境，咁才有所做的。聚会未来啊，别书房，无只挨住啊，领导啊，别记住啊，无影响心境啊，无影响卖住啊，提高住会点声啊？那拄着问题点声？佮你讲安怎拄着问题，我离开住啊？拄着无经修准假上地址。这主连的派文给领导路的，他等从那个教会那边，又当做生命模式，栽了就买回球，为物件栽了诶，栽了买回球，硬硬要上地界，比如讲醉了。派人高成啦，即聖經講起嘅啦，我話好讀聖經，真係叫咧。派人會啦，上帝冇時間嘅嘢，歡迎你做。安怎買傳派？安尼款安怎路買傳啫？派文件出嚟你聲呀，是唔是？人都傳出來，人都傳出來。是的，那买离归住，但不代表我们想搞代表，代表我们对我是的，就是讲我到底上帝圣殿，直接我今晚到底上帝圣殿直接好贵到底，到底恶人的内面大清净，你看，然后你讲等我一在那吹着上帝，了啥？我堪咩去追求上帝，吹上帝，啊，这个人不想。伊不是好事离开主，伊是好事咧靠卡追上帝，所以伊感悟感悟无常，伊就帮学教佮伊加速。来，请问，若爱因缘奉学，爱来，我来讲感恩，是否追求？对他等于顺境，阿妹咯，咁就点话？你来第二次啦，好冇？等咱嗰啲派文件过去，等咱嗰啲派文件是咁先啊？阿祖，你即话咧话要笔记，中要笔记，十四条第一章，中就 14 verse 1，要笔记第十四条头一章。因为讲咧就系只现实嘅社会、现实嘅世界、甲现实嘅生活。你讲人，那是讲在啲富人人生、查某生，日子地少，借有困难，出来成个话又避过去，回来成个影，无就到存留。要俾佢看只事实，等于受苦嘅人生。因为咧人啊，在啲世界会面对困难嘅。因为这世界有罪恶啦，等下咧罪一开始就啲夏娃生出头嚟惊，查某生出头嚟惊，起来咧惊就被抓到罪就遭咧。所以等古好事感谢主，但是在啲好事中间都没有可能会拄到无好嘅环境，等路犯罪啦，等别人嘅罪引导啦，世界嘅灾祸啦，病痛引导啦。这个是都无叫避免的啦，你会拄到的啦，你会拄到的啦。现在即话，那要别个讲一个事实，当人到底这个世界，人都有可能拄到歹环境，人要准备。刚刚话我句话叫做居安思危，到底好事环境当下，你会准备为你歹环境、危险的环境来准备啦，健康。你要为了自己，咱来看病来准备咯。
今日挂掉，你咪为着你自己会死去来准备咯。今日好事，是不是？咱好事上吊，咱正是为，咱欲真正清楚的才会行。这镭不是咱人见了的，一日世界拢变动，咱唔知，镭可能会无去。等镭无去，人就变怎？等你无健康，人就变怎？死亡危险临到你，人就变怎？歹环境临到你，人就灾祸临到你，人就变怎？哪个会准备的？还是话？因为圣经人讲，出来什么花，你谈到给他花一下水，明仔无去啦。出来什么影呢？飞过就无去啦。还是话？这是咱人所讲的生无大来，死无大去，这无去啦。哪个会准备那日子来？等到你歹环境，要做咩？但我讲讲一人在歹环境本来情，可能古早古老的歹环境上伫在吸着，当今在面对着艰苦的情形，最艰苦的情形安怎来做咱讲？后者，在你歹环境了，在你的祈祷，第一祈祷，祈祷。啊，你即卖华西人嘛，可以第七条，第十一章 ，Matthew chapter seven verse 11，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条十一章。圣经咱讲，大地天顶的病，岂不是将好的物件予求的人吗？那兄弟姊妹，当你在你歹的环境，就是你恶常常祈祷。因为你祈祷的天病，是不是啊？我来讲，圣经真正济的原则啊，原则 principle。耶稣跟咱讲，咱天病心情怎啊？伊的心情软的，大家讲软的。虽然是人犯罪啦，伊拄到歹环境啊嘛，但是伊能够对着基督上帝啊，上帝的心软啦，原谅伊啦。耶稣就讲着比喻了，比喻了听啦嘛，因为一个歹官，无插人的心地呢，一个伊是无插人死活的，真正交配官，但是就是查某人，直直卡伊罗。叫伊神官神官神官，伊袂答应啊！但系伊来卡伊咯，到到尾伊提神官啦，因为头里天顶嘅天命啊，但系叫比一个官更加好，大家你袂好都好嘅物件，大家你袂帮助你，所以耶稣叫咱啊恶常物件会晓祈祷，看看你嘛祈祷，你话圣经啊，真系犯罪哦，喺你所有嘅圣经嘅。记载伟大的属灵人，拢做不多过，拢做犯罪过，但是要祈祷，要做对个上帝位，上帝心软，一下过来吸人起来，是不是？你看苏书记 ，judge 苏书记，人家看到鬼不的书记都才几十个呢，几十个呢。但以前人好事，伊人犯罪，得罪上帝，上帝责罚呀，加死啦，何以地点来降罚啦？即地点来降罚，背后咧点先啊？伊人无辜咧，基督上帝犯，基督上帝，上帝都派出嚟 judges， Samson、Deborah， 派出嚟即士师基甸，派即士师来救人，咱就挂起来，就好事，佢哋享受几十年。你哋諗得未記啦，未記上帝啦，哥仔連佢租佢閉我上上嚟，佢哋即派人海人嚟點嚟同派人氹起人，嘅哥人佢哋嚟祈禱上帝，等人祈禱上帝咁先，上帝佢哋請人啲嚟，佢哋派啲差啲佢哋叫啲人派啲叔叔嚟叫啲人，海人佢哋話起嚟，佢哋好似哥仔咁少幾十年，佢哋整啲就整得啲鬧鬧鬧，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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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人敬畏上帝，祈禱上帝。人无好个，就是人背叛上帝，人无听上帝话，是不是？就是咱讲呾，是咱。但是你主要层面是伊无听个，伊现实个问题个难讲，难指导个呾，主要心内啊，主要心内。所以等到你批环境，你要指导你个一个好个天平，伊就来帮助你，一定要帮助你。等到批环境，第二个重点来看。哇口珠大家哇口记住了哇口珠哇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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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看四篇来看四篇，第一篇118篇，第八到第九章。四篇118:8-9，第八到第九章。虽然讲也是讲我过耶和华，赢过我过人，我过耶和华，赢过我过王。圣经我看到啥物件？我那我过上帝，了解啦，赢过我过人。等来坎坷，了解嘛？一撮人，就是将个你放在心里，卖强调咯。如果个人会听到了，听闻人情；如果个人人会背叛咯，如果个人伊无一定会打麻将，伊会家己无在打麻将就是你啊。如果个人有下水上帝名，反正我讲祈祷我过上帝，卖一个人。等你我过上帝两声，上帝在了帮助你。所以你心常常被挖苦了上帝，能够看好人生。你看到什么呀？上帝无可能死的，上帝一关一关带人过，每一关坎坷，每一关过，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基督徒若是要信主来人生，你若不要挖苦上帝，只能发生。如果信主来要挖苦上帝，我讲你大家真啊，我们顺顺利利来过。虽然你看到真正危险啦，真坎坷啦，真欠过，但是我甲你讲，伊未倒去的。我有挖苦上帝20多年，真正几年来，我阁是不忘。我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My God is a faithful God， 信实的上帝。伊从来无背叛我，无放落我。He dare not forsake me or leave me alone。兄弟们，今日来听讲，你要挖苦上帝。阿门。落来啦，我来听讲，你知道要做咩？第三，相信。大家讲相信。那圣经咁样讲，就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佢讲看啦，我将你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放脚脚，放到你心安，信靠伊人就未惊着，未受着见笑话罪人。圣经咁样讲，信耶稣的人。也叫未受了见笑，主要说明我硬起头来做人，硬起头来做人，这奇妙的啥物件之外，那是你信上帝来讲，上帝无放杀你的。你老说信啥物件呢？信到尾正正规个生命交予伊，在伊个点声内面来挖苦伊，这个老难来啊，来祈祷无放杀。咱讲人信啊，兄弟们，常常人信无够，信未久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是讲多知影，我要相信上帝，但是问题出在做咩？呢问题就出在信未久，信未够。正是时阵，咱为着生活顶的坎坷，为着生活顶问题，摇动了，心啊摇动了，稍微挖苦了，所以信未够啊。心未远啊，心未长久啊，这叫做一大问题呢，兄弟们。听说我讲上帝要考验你信心的点声，是做你用点声呢？对不对？你阿妈讲爱你啦，到底伊讲伊爱你啦，是搞个第四个叫爱你？爱我三年，第四年我爱我叫爱我，唔对嘛，是不是？伊爱我第20年，啊20年过后啦，伊卖我啦，这叫爱我，白吗？他们是叫爱，他们是不是情仇之人之间特别下势，
你要穿你手指在你的手里面，那手指就是你教员的点车代表你依靠什么？永不止息的爱，永不止息的爱，永远不衰的爱，永远止息的爱，然后永远远每一个血脉落有一个角的嘛，是不是？只有圆这样物件呢，无角的，不了的，永远的，这个叫爱吗？那后面是信心的，是吗？后面是信心，信心是要看点心啊！哦，你今日讲信主，主我信主信主，三日后不了，你袂等。你要找盲物件来解决啊？这是叫信啊！如果信主信主三昧信啊，你要离开主了，这叫信啊！所以等到坎坷的时候，应该做物件，长久的相信主，相信主无帮十摆，无哪里块正嘅，我认了主摆办，我行落去，我看主的话，我继续坚持了，卖行。歹的路，卖行离开主的路，坚持要行主的路，虽然坎坷，虽然要负担的，虽然我到目我看未到啥物益处，但是我坚持要行落去。我甲讲，咁个人到当行到尾来上帝归路啦，上帝归路啊，无一个，无一个，大家来听，唔好讲大啲世界见证啦，讲大啲目睭好啦，或者细细目睭内面啦，无一个无过面啦。那是你挖过就假了，就卖白了。若看好你怀白起来，只有你死那是挂，死那是挂离开，死那是挂离开，哈，你来点几场？我心里听啊，这个来，我首先有一个问题，我这边有读书没？告诉你告别他心寒告别你教会不去你公读你两个人家长才华的才告别都是你做西南经跟西南经的这个我跟你没有什么啊你就让你夸古代是一个有破掉的古早伊是一个有呼召、有生命，上帝应邀君尊的这个事。我本来是一个，我知影是一个做小贩的人，无可能上帝提拔伊起来，做你刚台位，为主来做工，是吧？多年为主，我看心难听。咱出来等下看，心未孤，拄到问题要来帮手，扛破就先帮手，拄到教会问题帮手，到开始滴滴来滴滴落，滴滴来滴落，滴来滴落，滴落去。哎呀，今晚他们数啊九路。圣经教人对你坎坷的时候 ，when you in bad time， 你就要祈祷 ，you have to pray。When you in bad time，you have to rely on God。我讲第三，你相信，好比什么叫人做？等到人做，等到你家会晓得，来讲晓得，你会怕的环境，你就会。縮短你的壞的不好的環境但是上帝是女的嘛他會怕他的坎坷來救過他你不要幫助他你就要提拔你中的巧架的模式的女的他是會不會記他的罪了呢虽然讲伤伊心，但是讲爱都袂记伊罪哦。我
大家还是有鼓励的，你在好呢？你叫我爸爸呢？我会心累啊！我会记啥子种都未有未记啊！我是爱呢，不对，爱呀，不对啦，好呀，你爱物件，因为要替我心嘛，是不是？你的天命不是你管的，所以当路在你派环境里，那唔在。那唔知我啲口面又得罪主，还是那唔知我口面又做唔掉？那唔知我那是唔是有罪主在？那啦，有一个恶恶嘅代志，那啦，世界债务，那啦，可能有什么嘅好事，是不是？那唔知哦，那是难嘅哦。假设那对上帝时间，但是那唔知环境啊，咁事啊，你乜乜发生？所以你有办法解决嘅。啊，你见，你那是坚定嘅，坚定嘅走，规划上帝。你在我哋那里大吗？你为了上帝这情形，上帝这派环境啊，都祈祷啊，迫切祈祷，坚持祈祷，然后花火主爱帮，等你怎样祈祷的事，即我等那对火了，就花火主了，我来就相信，相信，卖何路的心。外跳，卖我哋心离开主，相信到主行落去。啊，你讲到个上帝的派环境嘅，上帝的派环境嘅，咱只话环境啊。我哋派环境嚟，本身有乜嘢？家己问我哋解决咩？你第一层解决，然后你落搞不起嗰个大债务嚟。顶下礼拜我看到新闻啦，三四礼拜。讲是荷兰的，讲无荷兰的，荷兰籍的囡仔就绑票，这新闻真正真正好笑的新闻呢，人讲，这个南京组织了一班人去绑票，是荷兰囡，荷兰人的囡，参这个囡仔参荷兰人，这囡仔绑票了什么过节就绑出来，提了四八千，你谂这个绑票的头也是做咩啊？四八千？本本你你一日教演啊！呢只绑票对讲无看无错啦，嗱，也注意绑票咧，有时啊，一头传咗去找朋友啊，去法国啊，去教演啊，去法国献婚纱啊，昨天这里女人嘅中间啊，变啊，这里干部啊，查某兵、大老兵嘅出来啊，怕人怀疑我，讲这里啊。政府啦 ，suspect 啦 ，wonder 啦，通知啊，对吧？通知伊啊 ，because 伊牵涉投票案，伊个未婚妻就参加了滴发布会啊，佮主席会买啊，对吧？伊个未婚妻啊，真正惊在滴种受到发布会对人骂的时候去报马达，所以要对了。你买对呢？报马达去主席，伊个找朋友主席做，我唔在不行啊。唔在我行讲伊个即个未婚夫啊，原来是绑票的匪徒咧，竟然为着交银啊，要轰轰烈烈交银去绑票啦，第四把钱，当伊个赌啦，伊个恶人来杀车出来 ，cash money， 搞了破政府人啦，对不对？啊，我咧边行边错个哟，为着交银去绑票来惊，唔是咧？你被打喊，你吃坏了，你为了要听好事，刚刚喂，安怎？当有的事情了，有落到电话来，哎呀，怎么？等路，那卖吃坏了，是不是？你安尼看下，几多话句，他相信住，我同你讲，对派环境就对上帝，主就上帝的环境。好多钱啊，金都赚起来了，你个都挖过去，你相信的，你几多个？那个天白是心软的，阿妹咯，恶就咩嘢？到你派文件人家咪做，那是话我话叫人么？叫人，叫人就是大人呐，一路不能的，伊是精神科医生啊，名叫许超言，哇，这个跟前我讲得感动，许超言。伊最近代志，伊个二两千空头年啦，最近代志呢，
我傾通教練唔使計，我去北京、北京啊，去滑雪，去借啲滑雪車，上幾米俾佢攞到鐵條，頂住，即攞佢攞到一四個禮拜㗎啦，跌啊，冇知佢啊，知道佢係咩事？北京啊，佢人生路不熟啊，只不過有功啊，一冇接一冇接 L 去煙㗎，冇去煙拖掉啦。穿著咧，咱就變到傷到伊個伊個即個伊個龜身骨個下半身撞去倒起啊！伊龜半身㗎啦嘛，癱瘓，癱咗 ，paralyze， 即條人是腦骨變到半白啊！伊信咗耶穌，教教佢，伊信耶穌，上帝話過嚟，伊話過上帝。伊接受未到，伊家己是老君，当今坐伫轮椅边病啊！伊话佛祖，伊祈祷主叫你上帝话变坚定起来。即叫人看，到到尾袂行啦，伊个脚掌是袂行啦。但是伊坐了轮椅，倒转去伊个人看病，倒转去老君就个人看病，面对精神病啊！看到对海根正入面哦，因为伊叫你看你精神病啊。因着伊个性命，他就请一个歌嚟啦。伊比古早帮助咧精神病人、迄个忧郁症人、咧心理病人，佫较灵啊。然后唔单止咧，看到伊做这代志了过后啊，伊开始成立，然后伊咧成立在即个台北市脊髓损伤社福基金会阿秘书咧就讲，伊捡镭啊。去捡镭去推动这个运动，收这个基金去来做善事，专门帮助咧脊髓骨折伤人，还有生活啦，还有医药费啊，做这物啊，伊变做社会的名人。哪样是嘛？一开始帮助很一个残障人士，怎么一个残障？对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但是嘛，其实咱在咧派万几人听，上帝改变咱的生命。咱台湾有一个啊，咱拉库，伊是四级卡，伊六级卡，四级卡。但是我答俾伊啊，伊装伊行，为着慈善，去告老人，捡镭。做主的工，伊比别个人较无方便呢。但是上帝医治，医治伊的心灵，医治伊的生命，伊看到上帝照顾。伊叫去，伊家无往前走，但是伊叫去，水水慢去，上帝照顾伊家己，因为所就见未出，所以很奇怪。在这时阵啊，你无明白上帝话，你无明上帝话，你唔知无相嘅。那圣经讲到咩啊？诗篇第四十三四篇四到八节，诗篇第三十四篇四到八节，代表讲一句话：我曾经追求耶和华，伊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嘅惊吓。凡啊仰望伊嘅变应允，伊嘅变定着。未受到见效，或者是困苦人呢？呼求耶和华，也着垂听，求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你敬畏伊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伊人。伊人未试看为主恩的滋味，便知影伊是悲伤。我对耶和华的人，未有福了。姊妹，发了，等你坎坷环境的东西，你都要会晓祈祷，会晓挖苦，会晓相信主。其实也简单啊，按我推动 ，how to promote God's time， 按我杀上帝的东西，等你坎坷的东西，杀来挖等。啊，等你坎坷的嘛，杀来挖地，等你好事的东西，杀来挖等。听姊妹，顺境的东西。用咩嚟杀？感恩，杀来挂等。
输方十一巴掌，对球十一巴掌。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会拖等会瞬间，你知道吗？等你看看文件的时候会祈祷挖苦会相信，等你挖苦祈祷相信的时候你就削低会派的文件，阿们哦，阿们看起来阿们看起来就